高雄市长陈其迈在12日出席了高雄高校热舞社联合迎新活动。陈其迈不仅向年轻学子来学习跳舞，同时也鼓励学生们适性发展，而现场学生也展现了热情来欢迎市长的到来。市长，第一年哈，中正高中来当我们的老师哈，可以哈，可以哈。那我们先挑好干部，市长是社长，对不对？OK 啊。好，总计20组的学生热舞社团参与活动，学子们轮番 battle 尬舞，展现了无敌青春活力。而市长陈其迈也穿着着牛仔裤席地而坐，学生们更是现场教导市长各种舞姿。陈其迈现学现卖几组高难度的动作，赢得了热烈掌声。高雄市政府表示，雄校联社团养成实验室成立之后，帮助青年学子找到发光发热的舞台，而市府也将持续鼓励青年社团活动，共同来书写属于高雄青年的青春记忆以及城市认同。记者李佳龙、潘文玉高雄报道。